我有那么白目吗？有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。买个啾。频道会员全面优化，欢迎加入贝果果。耶、yeah! ！大家早安。今天要拍你们一直很期待交换身份的一天，所以我现在是卡卡，很早起床。我要开始一整天卡卡起床之后会做什么事情。我觉得很累，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很累了。早上呢，通常桌子都会长这样，贝拉喝很多酒然后呢就要开始整理桌子咯。叫贝拉不要喝那么多酒，都讲不听，生气，每天只能喝120ml，他都给我乱喝。Okay, 桌子收干净之后，第一件事情，喝热水。社长都会喝热水，所以我现在要来喝热水喽。女生哈、哦，身体好就是要喝热水，喝热水对身体有益健康。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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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准备早餐，要去叫婆婆起床啦。我在忙东忙西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睡觉。婆婆起床了，婆婆起床了。哦，你是要拍交换身份吗？我现在已经正在拍了。我已经把你早上平常会做的事情做了一轮之后进来叫你，所以你现在是贝拉。太棒了！睡觉，睡觉，婆婆。嗯。我吗？我会这样？起床了，婆婆。这样什么？这样是什么？我看不懂。婆婆，婆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爸爸，婆婆要抱抱。你知道你会怎么做吗？你会皱眉头，然后嘟嘟嘴，然后这样子往上捏。你说我平常吗？你的手手会这样子。怎样？真的假的啦？通常我就睡着了，是吗？然后你就吃了流口水。哎、欸，不要！你要学我啊，我会说爱老婆啊，老婆最宝贝啊，乖乖睡之类的。爱老婆，婆婆宝宝，老婆，现在摸摸头哎、欸，你根本不知道、你都不记得我会怎么做，谁会记得啊？我根本就睡死了。我要选你，我要选你的大嘴走。然后呢？你都会这样皱眉头，然后就有下一步吗？然后下一步就是会突然生气甩被子，然后起来。我每天都会生气吗？没有吧。起床看起来都超生气。为什么每天都这么累？然后甩被子走人。哇，老婆已经弄好早餐了，怎么那么好？那么少，要跪着。但是你可以先帮我热热水吧。哈？是你要帮我热热水？我现在是贝拉。通常你早早上都会叫我帮你热热水啊？不会。会？没有。有。是你要去热热水，我不管啦、你去热热水。嗯，老婆帮我热热水。那你可以去用狗饭吗？哦。拜托啦。哦、拜托、啊，我用了早餐收了桌子哎。你去弄啊！他们不是我的女儿，是你的女儿，装满满，装圈圈，你的女儿。你去弄，我要吃我自己东西。我才不会摇屁股嘞！我来喝热水。不要喝热水。
不行，你要多喝一点热水。我喝热水会想吐。喝一点点啦，女生早上喝热水比较好。那你怎么只热一杯热水？你自己的热水嘞？你给我喝哦，来真实的贝拉喝热水。热水怎么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哦，我真的很不喜欢喝热水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会把你那个口气学起来。我真的不知道喝热水，我觉得比较香。废话，因为你是你。要啊、哦，自己放头头。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。还有嘴巴。这就是我平常在宠爱我们家春春满满的样子。我女儿好可爱哟，我的女儿怎么这么可爱？什么全世界最可爱的？全世界最可爱的，没有人比你们可爱了。妈妈爱你，妈妈爱你，猪猪猪，猪猪猪，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好可爱呜呜，甜甜甜甜，哟，狗狗这么可爱哟哟哟。我不会晃脚。我的女儿，啊、你把我演得很像花痴、欸，我才没有这样。怎么啦，老婆？干嘛一直跟那两只笨狗玩呢？你老婆在这里都没有想到你老婆吗？他们是你的女儿啊！外面都有人在唱歌，你过来跟我一起跳舞。我才不会要你跟我一起跳舞嘞，这假赛！你刚刚就在这边跳舞啊！我自己跳，但我没有要你跟我一起跳、啊。跳舞都会这样，很像那个泡沫奶茶娃娃。然后头发还要卷起来这样。我应该是没你那么丑啦。过来陪你的女儿，才不要理他嘞，笨狗，笨狗，走开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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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妈，我是贝拉妈妈，哎，我是小妈妈，哎，哪有？我平常就是妈妈，你要很凶的那种，你要很凶，烂透，凶不起来，烂透，乖爸爸了。才不要对我女儿说话哈！你看吧，变回来了，训她。我的宝贝，嗯，训她、嗯。我的宝贝，妈妈爱妈妈，好爱妈妈。疯、嗯、子。嗯啊、邪恶贝拉示范怎么忍怒满满。你看吧，他是讨厌你啊，你就一直欺负他。满满抱抱。他才不想理你呢。小胖子，他理我了呀。嗯，肥肚妹。啊，嗯，我好饱哦。哎呀，婆婆，我们今天都在家耶。喂，我想睡觉。怎么睡都睡不饱。我哪有这样？可以在家吃披萨吗？我想吃披萨，我想吃炸鸡。你把我学得很像智障耶。我想吃爆 Q。哦，好啊，那我点哦，爆 Q 好吃。走啦，我们去买东西，我们还要用圣诞树耶。彭彭，我们今天要去买那个灯，然后我们要装饰圣诞树，然后装饰圣诞树回来之后呢，我们还要拍影片，拍完影片之后，我们就是要剪影片哦。我想在家打传说。走啦，我们出门啦，昨天都没有出去。那你自己出门？我有那么白目吗？有。我们出门啦，快点。我先打三场。三场很多欸。一个半小时而已，还好吧。这样子等一下天色就暗了，拍影片不好看。走啦，走嘛，那就走嘛。走，那就走嘛，烦的。我出门才不会喝酒哎、欸。那我晚上要喝两瓶酒，我晚上喝两瓶酒，我再出门。不可以，就120ml。嗯。我才不会这样嘞！你要想想看，你平常多啰嗦，我才会这样。假日为什么不能在家休息？你现在自拍啊，你就是这个德行。为什么不能在家休息？你每天都在家休息，你会想怎么样？你还想怎么样？
天气好也想在家，天气不好也想在家，天气下雨也想在家，但太阳好热我想在家，每天都想在家在家在家、啊、他在生气，我为什么要拿，我不会自拍啊，你都不会想影片，不会自拍、啊、你都不会想影片要讲什么，然后你就只会在那边然后每次影片都是我在讲，我在讲我在拍，你知道你很烦了对不对？你知道你多烦了吗？你知道你有多啰嗦了吗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再讲一次。我说你经不起讲哦，要不要交换身份？怎样换不起哦？你现在到底是贝拉还是我？贝拉吧，贝拉。妈，你真的很烦呢、欸！你看你这么讨人厌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今天要想行程哦，可是这 IKEA 还是我想的哦。我说 IKEA 就一定是今天来。为什么是今天？为什么不是明天？啊，不然今天不出门，你等一下在那吵说哦，假日又不出门，老婆都是这样，老婆都不出门，腿那么短一直讲，老婆都喜欢在家，单腿的爱睡觉，不出门，对对。单腿，你好烦啊！你好烦啊！对。你要开始学我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你我会怎么样？哎，那个好像你哦。我才不会这样啦！我会说你像熊啦。这个人真的好像你哦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这样绑，然后我还会去找章鱼。你会去找什么章鱼？我会找章鱼啊，婆婆。这个好适合你哦。然后你就会这样哦。婆婆婆婆。讲话啊，每次我在讲，录影都说我在录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讲话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贝拉。啊，是在吵。你平常就是想穿，你平常也是这样，你就这样，你就这样一直走在马路上也在等我啊，你把我撞飞啊！什么脸？什么脸？要讲什么？你不爽的话就不要录啊！不爽的话我们就不要出门啊！我哪会讲啊？你会？那是很少数，很少数我才会讲啊！但是我真的已经被逼疯了。下啦！我感觉你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我不会来这边什么手套区，好不好？婆婆，你看，你看我的手，你看，然后你看哦，我这样把它拿起来，你看，我不会这样，我会变魔术，好不好？我不会比中指哦，变什么魔术？我会比什么手指断掉的魔术啊？你看哦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哒哒，这完全偷偷的是贝拉 ，OK， 偷偷的贝拉，最好是我会这样啦。你看那个，算了，你要学我平常做手扶梯的时候我会怎么样？成功了。你可以答应我一个请求吗？你现在是卡卡哦，我现在是贝拉，卡卡不会这样子。什么啊？什么啦？你去弄狗狗的饭。你去弄啦。哦，我哪有这样？今天早上已经是我弄了。没有那么疯，你好像会这样子，才不会嘞！你会，我现在是贝拉，婆婆爸爸，我不会做这个表情。妹妹走开啦，你走开，不要跟我抢妹妹，都是有你了，以后我老婆就没那么爱我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，你怎么是这样躺上来的、啊？在哪里不好？没有啊，或者是卡卡抱贝拉。你今天贝拉抱卡卡不行，慢慢抱抱，卖叮当啦。换我，换我，我是贝拉，好舒服，好想睡觉哦。不可以睡觉啦，等一下还有什么哔哩吧啦工作，哔哩吧啦工作，巴拉巴拉工作，巴拉巴拉工作，然后你还要巴拉巴拉巴拉，你还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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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可以睡觉。
一定要认真。啰里吧嗦说，啰里吧嗦，婆婆，亲亲，举一个，快点，猪，哦，啊呜，啊呜，啊呜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快点过来，你是不是不爱我？没有，不是亲了吗？你是不爱我？我爱你啊。过来，再过来。嗯，哦，好爱，好爱，好爱。你觉得你亲完，你亲完之后怎么样？然后我的，他想生气，哦，他咬你了，嗯，大力吐。你怎么可以咬妈妈？你怎么可以咬妈妈？